一年一度岁末祝福，我们呐，要用感恩心送走了每一天的平安，我们真的要感恩呐、感恩呢，是代表了最真、最善、最美啊！真善美的人生，让整个社会祥和、和和和谐，所以付出无所求，还要一生生的感恩呐、这就是我出门一直一直到现在所听的，实在是很昏昏渺渺啦，都是一直在听感恩。是啊，每一回听到的感恩，从内心呐、一个回应，期待永恒。感恩是要永恒的啦。我们过去55年，那第一个念头，那就是不忍众生苦，只有一个念头。所以呢，从自己做起，我们看到了那菲律宾呐、从我出门开始就知道台风登陆啦，损坏啦，灾难啦。我们在花莲每天呐、都有中午的祈祷，那一天午间的祈祷完啦、长治门呐、开始带动了啦，看到了很踊跃，长治师傅们呐、也都在投，也都这样的付出。他们一个月哈、才领到1000块的单钱。临时私人有什么事，所以我们呢就给每个月的1000元。他们就说：“师傅，我拢无用。”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捐出来，平常的零用钱也是投竹筒，也是把竹筒都提供出来。所以说来，那样的真，很真诚，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啊。他们呢，知道过去都过得去，未来当然也可以过得去呀。常住的生活是一个大家庭的生活，我们可以自力更生，我们呢可以靠自己的力量，可以日日可以这样的快快乐乐的付出，而且欢欢喜喜的过日子。我们还可以精进闻佛法，信愿行，相信佛法的真谛，我们相信啊，同时呢发愿要身体力行。看看菲律宾现在的灾情啊，已经呢实际投入救灾，动员义工带阵，让他给阿罗店民啊能赶快清理好，马上可以开店营业。这就是恢复经济。我们现在发放的要叫人领钱吼，要来到城市里啊，实在是真困难，坐车要几啊点钟。所以呢，
我们还要呢沟通菲律宾的政府，那国家系统三个大银行，期待开放他们的分行。那每一个乡镇呐，领到钱呢，马上就要领钱，他们才能呢及时恢复。要清扫店面也好啦，清扫家庭也好，在规个拢总清扫，他们才能经济复苏。所以因政府嘛真感恩主席啊，主席才能做到。总而言之啦，慈济在国际间，我们要帮助的呢，总是呢真诚的心付出。天下就是一个大家庭，我们共住在地球上，我们呢同样叫做人类。慈济人50多年前5毛钱开始，一念心爱的能量，诸神菩萨，但点点滴滴几十年过来了，我们一念心啊，总是呢普天之下宇宙之间，众汇合起来功德无量。我们要把握生命的价值，我们的生命价值造就了世界的大爱。菩萨所福跟您讲感恩啊，每天呢我都说时间来吧，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人说话，不知呢来日事啊。所以师父呢是拖着时间，拖着生命，还是呢不敢放弃任何一个机会跟大家说话。所以大家，请大家要多珍惜每一个人的因缘。所以希望大家啦，爱的能量见证在今天。众人5毛钱，普遍般若地球。众人一念心，心愿办事济。兄弟，问法华利益，对兄弟家。众人，我们需要你。说法也要有因缘啊，法不在多，在于心，诚心啊是最重要哦。看看各位真的是很诚，诚心实意，我很感动。环保啊，咱当伫咧祈福吼，照顾地球，功德无量。这谢谢师父，甲大家人祝福。啊，搁一个福呢，是为天下，天下所有啦，菩萨们呐、啊，慈济菩萨，爱的能量汇合起来，为天下苦难众生付出，所以造福人间，祝福人间平安。看到了我们的小菩萨、老菩萨，还有呢慈济菩萨们，人人都
都是一肩挑起了天下汨罗，看到了这点点滴滴，真正是爱铺满地哦。我感恩菩萨爱的能量付出，师父跟大家人祝福，祝福各位菩萨，老的爱国，少年的爱苦，好，那我们的大家庭和和互协，祝福大家，感恩。